Hello， 明天上午好，你好啊，我是阿龙啊，欢迎回来我们 Web48 第五季《装逼魔族生存的实况》啊。那今天这一集稍微的，先试底下做了一丁点的东西，就是稍微的先让他研究这个过滤器了。那研究完供水系统，就研究这个过滤器这样。那这边呢也是准备去拆这个房子呢，拿来把这边拿来当成这个。之前储水的一个房子啊，那这边呢也是像之前说的一样啊，这边呢就做一个小房，做一个两个房间这样子啊，那之后就是专心去种田的人就会住在这边了。那目前我的角色呢就暂时是有这么的一点点可能啊啊吧。那暂时就可能就这样子去设定兵啊。那就暂时先睡在这边吧。那至于这个陈二怪啊，出于了强迫症啊，上右下左应该是这样子吧。那暂时就这样子设定在这边了啊。那这么小的一个空间，不知道够不够放啊？挖去够，挖去不够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用跨光眼镜已经差不多用光，那我们用一下板岩砖吧。最近手工人手比较小啊，那这边呢也是稍微的让他做了这个回收义务啊，那我也把他的义务的质量啊调成这个最差的品质跟比较差的品质啊，那这些呢他就会拆掉，然后呢回收成这个义务的材料呢，我们就可以拿来利用了啊，比如说有一些布料的衣服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拆掉，拿来当。这个拿来拆掉，拿来做别的衣服啊，或者是拿来做这个地毯啊，卖掉啊，怎么样？那其实不知道这样子，有些拆到的材料其实不多就是了啊。不知道可不可以限制这个品质呢？产值应该看了，可能应该不行。那我们这个就拿来当这个。练习手工的吧，那当然手工就是我们的萌芽跟我们的麦斯了啊，那两个手工技巧比较高，然后又有这个热忱的人了啊，那戈登就完全是帮忙去做这个石砖的一个工作啊，那其他人呢就可能就会稍微的需要等待这个。这个训练机器才行啊，练上去的话，其实手工人手非常需要就是了啊。不过现在就是暂时先这样子设计啊，设定了啊。是这样子，我们其实会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名矿啊，毕竟我们要做很多个防尘毯啊。那这边。只能等它收成了啊，慢慢一步一步的来吧。那然后呢，我们就要训练我们两只野猪呢帮忙搬东西啊，因为这个搬东西的速度有点慢啊。好了，热浪来袭，冷气空调看下去。哎，说起来这边啊，这个是之前这边是露天的时候盖的这个。这个空调啊，刚到了现在呢，我们得要给它重新改下去才行，因为这边的东西会消，因为过热啊，有可能消起来啊。那我的新房间感觉还不错。羊驼在用啊，两只是公啊母的，一母一，两只都是母的啊，这样子我们就要羊驼的毛跟羊驼奶，奶好像。羊驼可以生产的吗？有点忘记了，这样子也不错了啊。接下来就先继续养它这样子吧。那然后小兵来。那这边呢，还是想要等这边给做好才来啊。我们快点把这边这个房子给拆好，重新建好吧。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水源模组的一些东西吧。
那这个是水龙头呢，直接可以冲储水罐。那看这个说明呢，应该就是做这个水管啊，比如说这边插一根水管抽水，然后呢，就这边接过来，这边我们就直接拿水这样子吧。那就不用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取水，又放进来。那目前我们还没有过滤的技能，那所以呢，所以我们只能说可能啊，只能还是要靠这个净水器啊，说了那么几句就说不出来啊，哈哈，嘛没办法，收矿能力太低了啊。那这边我们也是要给它接一个水龙头在这边啊。或者是直接从这边拿水装进去怎么样啊？哇，这一集想要做的事情有点多。那这边呢，石砖跟木头的水管哦，木头的水管有啊。现实生活是很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肯定就是没有了啊。不过以前应该有吧。以前单纯是用来输送这个水源的话，应该是有吧。那这边我们先把它给关起来啊，这边也是热的不行啊。那就再接一台冷气在这边吧。那然后还要接这个通风孔。这样子吧。两台冷气这个大小肯定是不够的了啊，不过。一步一步的来吧，他就叫你们不搬这个钢铁啊，每次都要跑这么远。哦，这边已经是有些煤块可以开始收成了。那考虑到这个数量的话，那我们可能这个储水罐的东西呢，就用板岩砖的吧，对，这样就先用板岩砖的好了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来维修一个空间出来，然后我再跑去搞沙弥，跑去盖这个，跑去盖这个空调。啊，你又不是盖空调，你跑去干什么啊？我是在吐槽我自己啊。这个 AI 设定真的是做到一半，你要丢掉，跑去做别的事情啊！这个 AI，这个游戏这里的 AI 最喜欢做的一个事情啊，做到一半丢掉，跑去做别的事情。好，然后两只羊头不要睡到我们家来。啊，这边这个睡眠空间呢，就直接拆掉了吧。哇，这个羊头。啊，不对，是这个了，错啊，那算了，没关系啊。免得说动物把我们家拆得脏兮兮的。然后那个，目前情况啊，就家里的周围的安全都是确保了啊，然后你。搬运？为什么是搬运？那不是建造的吗？那拆呀，建造啊。那这个 AI 我真的是搞不太懂了。我还是手动吧。做到一半不知道跑去干啥咪？那这边就暂时先这样子吧。那我懂事维修，他们会优先做事，这个我懂。这个主旨应该是想要把它给崩开，然后做墙壁吧。好了，那这边呢，我们暂时就先，比如说我们这边做4个吧，那之后应该也是会放满这个储水罐了啊。这个木头是直接整个木头插在这个水里的嘛。那我们先用竹子吧，竹子我们的数量最多啊，没办法，这个突然间出现了以前游戏很常看到的这个水管的样子啊。那目前暂时先这样子看看这个情况，因为还没看到这个东西
是鱼壳运作，这边怎么是大理石墙？我是在搞沙弥大型大吉大型大吉，我是在搞什么鬼？泰语好难学啊，好难讲，好难念的啊。这边省一点木头，省一点木头吧，这边也改一下。嘛，要改就全部一起改了，门就不改了，难的啊。哦，建造的需要好多人手啊。特爷呢，我们先动用我们所有的人手去建造吧。麦氏是不现场建造的，那个人在研究中，就不烦扰他啊，他在。有他们夫妻在做这个储水罐呢。哦，小明失败了。啊，这边拆也没这么快拆啊，他们都是这个 AI，就是先做完再拆这样子啊。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建造的速度会比较慢。这边怎么缺了一朵棉花？是不是你们这些动物吃了哈？啊，明显是你了，老鼠。这个在吃草的应该不是了。可能就是这些野猪吧。我们家的是已经有一只公野猪啊，不过这只年龄，哇，之后他们会生的时候就不用在意什么年龄了啊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看看这个水管是，哎呀，我没注意到这个水啊，水管啊，我就缺这个木头啊，你就不要用木头了啊，重新把它给拆掉啊，没办法，那看起来就是这个。它的作用方式呢，就跟这个电线一样啊，你看，都没有直接接进去，它就可以，直接自己连起来啊，就像这个，这个储水罐就像这个电池一样啊。哇，一个储水罐100升啊，100公升的水啊，那很不错啊。那之后我们就把，那这边就不用特别接了，我们把这边。这个水龙头接到这边，就这样子就好了啊。这边这一罐也还是要啊。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，啊，你们做这个水管，那你们不用做这个抽水泵吗？啊，果然就是要做这个抽水泵嘛。我就想没这么简单啊。好了，那这边呢，稍微的先处理一下。这个外墙的部分，OK，这些工作有点忙啊，那，为了不要拖太多，稍微的想偷看一下3倍速啊，偷偷的看一下三倍速有点亏少那个，那稍微的这个 FPS 游戏的 FPS 掉了那。目前我想到就是两个原因，那一个原因就是说按我们电脑老快了，那用太久，然后就有点技能不太好。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更新了啊，那上一集，再上一集，那第六还是第七集，总而言之就是前一集，这不上一集再上一集。的时候呢，那一集拍完之后，输出完之后呢，它就 Windows 更新了。那有可能是这个 Windows 更新呢，就越来越吃这个效能了，所以就会有点那个了。嘛，也有可能是两个都这样子了啊，所以就比较麻烦就是了啊，所以暂时来说都会用这个2倍速。那然后呢，可能就。多建一下这样子吧。好，这边我们呢给水泵呢坐在这边。
那然后呢，抽水啊。其实如果这个网上应该的话，其实把小事做在这边就算了啊。地形无法支撑这个木瓶。哎呀！哦，这个是可以这样子。哦，哇卡尼玛斯达！原来这个水泵是要坐在这个水泡，那也是理所当然呢。好，那这样子的结构呢，然后呢，我们电线就这样子拉过去。其实这个人走在水上还会有这个水的波纹呢，还不错看。暂时先这样子吧。那然后呢？这一个我们就接上来，这样子吧。好，大约是这个样子。那这个水管的话，可能是接在这个农田的中间吧。感觉也就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选择啊。好不好看都不知道啊，这个样子是怎么样的都不知道。然后这个电力是断了是吧？肯定是断了。不快点把它接起来，我们就要缺水了。哇，也是出一条水管啊。一下没了。为什么？我说月龙啊，你不要那么喜欢那像帽子行不行啊？王者属性又没有收过你，没有收一个，你就喜欢穿这个帽子啊？而且品质还比较差的诶。妈，月龙这一季就不知道被我吐槽过多少次了，这个帽子的事件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绝对不是故意的，绝对不是。100%绝对不是。OK，那这边我看是得要来，你做这个食材没办法练了啊，这个。这边有的做啊，水泵，水抽起来，水开始进来了。哇，其实这个竹子呢，用处又变得更大了啊。可以做这个水管啊。那之后呢，我们就可能直接做一条横断这边的一个水管啊。那直接呢就抽水到这边。使用水龙头。远行队请求。心理充值枪，你给我，我给你钱，你给我好不好？这边就可以接这个摄像头，那我们就接在这边吧。那这就是宰完动物之后洗洗手啊。这样子想一想啊，从到这开季这么久以来，煮饭前都不洗手的这群人真的是有够脏啊。那然后呢？哎，这个可以直接从这个，怎么有一只猴子跑进来我们这边？而且这个猴子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头啊，刚刚那个样子。应该 wash 可以直接接进这个水管吧？我们试试看好了，反正都没试过，对不对？才竹子而已嘛。突然间很想帮戈登和麦斯的房间给移墙一点点了。这样子就可以直接接到他们的房间里，就比较好看一点点了。好了，先不要想这么多，这一集就暂，可能就没办法顾及到美观这一部分了啊，就只能，这边我在想说，这边应该就比较麻烦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要还好啊，我们有这个木质的新水桥啊。那我们建好之后，从中间把它给拆开来啊。
OK，我突然间我们这边更新的好多，这个还不够做吗？诶，有够了，我们先做一些防尘毯吧。那这边我们这道室外的都用绿色的，好了啊，那这边也是。 其实好像也就只有绿色可以用，是啊，这样子一说。那然后，那这两块就改个颜色吧。那它这就是仓库嘛。那我们就借个蓝色的防尘毯好了啊。哎，突然间觉得头顶有点痒，抱歉啊。那麦斯。 晚上是谁当这个手工的啊？裁缝的啊？雷蒙，麻烦你了啊！绝对要把月龙这个帽子，要么就是把它给收好，要么那就是把它给拆了啊！我之后做一点更好看的帽子给你吧，啊，品质更高、更好看的帽子给你，好不？嗯，那所以月龙你就不要再穿那顶帽子了啊！ Where are you want to go？你就在旁边呢，就把它给做完再去吃饭吧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就要一步一步的把它给拆掉。如果不小心弄错了这个顺序的话呢，那就可以有一段呢留在这个可中间了啊。不要了啊，这边就不用了。那我们取水呢，直接从这边取好了啊。 从供水系统中获得水为15，100个吧。那这样子就省功夫了啊，直接从这边走过来就行。那这边就让他们呢，啊这样我已经跑去做那个这个水管了。哎呦哈，好，等等啊，还有一件事情，这个颜料要搬走。 这个猴子又跑进我们这个动物巢里面瞌睡了，然后它就再也走不出去了。OK， 那这边是应该有接到水了，自然的就会有水，应该这个就不用给它工作了吧？对，那这样子我们就省功夫了啊。真的，我是不是看到这个猴子啊？没有，是别的动物。 哎，结果有两只小动物真的跑到我们这边来啊！好了，这边呢就把它给拆了啊。行，虽然这个木质的水管真的，竹子制的水管真的是有点怪怪的。那之后研究这个过滤系统呢，可能就会用在这边了啊。之后，也应该会是坐在这边啊，只是。 还没有研究出来，完全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运作的啊，所以就没办法去评论了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取水的工作呢，那就我们就让麦斯呢改成说在家里运作的那，在家里管家的那个吧。 那毕竟麦斯他设计能力比较低啊，那外面还是那么多的脏兵啊，那种没办法说让他在外面到处跑跑酒啊，所以还是预防准备一下，还是不要让他跑出去好了。然后不是说有船，然后还是做了一块，果然是够做一块，还是哎，这个还有算质量的啊，现在。 有什么？双空手枪啊！我也想要更多的冲枪啊！所以没啊，不管你。抱歉，突然间，莫名其妙，不知道是不是，刚吃完饭还是怎样啊？尾气，好，过滤器研究完成了，那我们也不要停，让它继续研究。 多 research 啊，这个门居然现在要研究的
之前好像不是吗？还是又更新了？那我们也就土样改良了。啊，我们终于得要来做这个土样改良了啊！我们要把这些沼泽四源的泥土给全部填起来啊！好，那接下来的就是这个热水器。哦，好像懂，好像没有很懂。那差不多就是他是要接一个电，然后呢，接到电的地方啊，他就比如说就是从这边接这个水喉进去，然后他可能就排钢筋的水就这样子排出来，这样子吧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那 wash 就是比如说从这边接一个水过来嘛，然后这边呢就拆掉啊，不对，不用这样，我们直接就拆掉这边的水管，那这边就它可以接这个，应该可以接这个，已经过滤好的水吧。那大约呢，就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呢，它这边会储存这个生水，然后储存的生水从这边流出来呢，就直接往下啊，这样子啊不，啊就水管就不用共用，这样子看看啊。嘛，虽然是比较麻烦的，不过嘛，尝试到新东西啊，其实也不用这样子。我们试到一个新的东西，其实那个成就感也还是有的。那这个就看看哦，我是想要尽量让他们走这个墙壁。那了这样子，那上面这边要怎么把它给中断呢？啊，突然间讲到这关这个小屋好像盖小了一点点了。那不严重这样子啊，那我还不如直接更简单一点，直接这样子拉一下来就好了啊，改一下这个净水器的位置就好。那我到底在烦恼些什么呢？这么简单的事情也想不到啊。那大约是这样子吧。那这边旁边还有可以多做一个水，只是不知道这个陶案，这个陶案的意义有没有，有什么意义就是。不，它进深水了 ，no。我说你们人玩什么啦？拜托，要改造啦，改造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你们建造完之后随你们怎么玩就可以了 ，OK。那目前预定想法就可能是这样子吧。那目前就暂时可能就这样子。那这个深水是有在做，这个水管。这个水管它直接坐在这个地板下方是不显示的耶。鬼的是你，然后这边还是凝正水出水，可得挖木挖看到哪？是这边的问题吗？水箱，这个我不能直接做完直接传，这个处理过的水不能直接这样子啊。阿摩完全不懂你想要怎么样。他
他这个可以接净水器吗？不行。 不懂，这边先让我试一下尝试看看吧，不然这样子一点试来试去也不是办法啊。那时间也到了啊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那么谢谢麻烦你们呢，快一点时间点一下这个喜欢按钮，或者是在影片下方留言啊哈。那最好就是麻烦大家订阅跟按下这个小铃铛。 是订阅啊，完全就只是快你们一点点小时间而已啊，那就谢谢你们收看了啊，那我们下一集《变变变》世界的时光再见喽，拜拜。